各位同修，各位大德，大家正睇《佛说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我哋正睇经文啦。我哋从八万劫嗰度睇起啊，八万劫。堕非死地，亦住斩错，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五穷六极，长夜受苦，以作贪己过，受罪已死，不为人，龙缠波茧，为人之所珍忌，行逢借他，横事常无乐时，以酒过犯故或失罪，阿弥陀经。今日咧接住嚟讲啦，上一期咧就讲到咧饮酒嘅过失有36种咁多，上一期咧就讲到点解。我哋见到啲人癫啊、发狂啊、疑痴啊，仲有啲种种嘅咁嘅问题啊，系咩原因所致呢？就系因为饮酒。所以饮酒冇限量啦，唔识点样去约束自己，今生会有咁嘅问题，来世呢？都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世间的人发癫发狂或者疑痴或者那些痴呆这样的病呢，都是你过去生中作过业，所以我今生呢不能够认识。以至于饮酒醉了的人呢，失去的理智，不能够辨别自己是什么身份，所以不识尊卑，尊的就是你的长辈，卑就是你的下属，不能够辨别好丑。第二呢，死了之后呢，百万的劫，百万劫呢是一个很长的数目，堕在这里，堕落喺嗰度，嗰啲屎尿地狱啊！呢、这个就系讲飞，就系讲好滚啊，烧到好滚嘅尿地狱啊！所以落喺屎尿地狱里边受几长时间，百万个大劫，百万劫咁长嘅时间，咁样然后咧仲有狱卒啦，地狱嗰啲阴差呢，为你斩你，将你斩到一嚿一嚿啊！这个人呢，受罪的这个人呢，求死不得，求生都不得，他想要死又死不起，想要生起身来又生不得，所以这些这样的后果，种种的病，就是因为饮酒。所以飲酒是一個很大的過失，佛講出來是有原因，為什麼人會有這樣的問題，就是前生做這樣的事情。五窮六極一，就是說呢，五窮六極一就是說六種極不幸的事，是哪幾種呢？就是說空點劫，胸短者。第二呢就疾，疾就是说有病。第三呢就忧，就忧虑的忧。第四呢就贫。第五呢就恶。第六呢就弱，身体很弱。所以有这些这样的
五窮六極，就是我長夜受苦。所以這些呢，一切都是在飲酒的過失所得來的果報。所以我們看到有些人病，受了種種這些病，就是因為飲酒。你現在還健康，你就沒有什麼注意到，到你的年紀了，一年一年那麼大，你的身體呢，一年一年那樣的衰弱下來時，你就知道了，那段時候就叫真的長夜受苦了。所以我們現在人跟你說他不信的，到你發生的事，你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其實說一句不好聽，飲酒呢就是飲毒藥，是害殘害自己的身體。所以我告訴你，大家很自問之我們呢就沒辦法再說那麼多給你聽，再說多給你聽，你們不會信的，到你自己親身發生了，你就知道什麼問題以做貪酒過。因為就是你有五窮六極啊，長夜受苦，就是因為你做了貪飲酒的一種過失，所以你今天呢正愛受這樣的苦。受完了這些罪了，已過境了，你剛剛開始得到人生的時候，做人咯，做人会咁咯，笼笼呢个系咩意思？就系弯腰驼背，身体咧或者好矮，或者咧脚唔能够行，就系讲你脚嘅问题，会驼背有种种呢啲咁样嘅身体好短矮殘呢，就是說你的身體有殘缺。波呢，就是說波茧，波茧這個就是什麼意思？就是水袋的長短腳的腳有些人腳一個長一個短增一寸兩寸呢，那些還沒什麼發覺。有時我們看到人為什麼要長短腳，什麼原因你們不知道，什麼原因呢？今天佛講出來，就是因為他貪飲酒的過失，來世做人就死了，他身體呢乃至有駝背，乃至有殘缺，有殘廢，或者的腳呢長短不平。這樣呢，這些人呢為人所憎治，人家看到你呢會很討厭忌忌就是說妒忌，就是說被人看不起眼。所以人看到這些這樣的人呢，好像首先就第一眼望你，就用一個很特別的眼光去看你。為什麼這個人會這樣的樣子？但是呢，給人家一個很特別的眼。如果你是正正常常的人呢，人家不會這樣看你。如果你身體有多少缺點，你走出去呢，你就會一種，那人家這樣看你，你自然一種那些自卑感的心態。所以說呢，就閃逢借他，或者你走出去逢迎接應氣，那這種人的人呢，看到這種身體有多少問題的人呢，自然呢就沒有什麼一種歡喜的心，
你出嚟揾食呢，人哋会用一个好眼光嚟睇你，除非相熟嘅，若果唔相熟嘅呢，大部分都有两种眼光睇你㗎啦。呢啲係世俗人嘅一种正常嘅眼光，但係佢諗唔通到底呢个人会有咁嘅问题係咩原因所造成嘅呢。但如果佛唔讲出嚟，我哋根本都唔知道点解依家世间有咁多嘢。所以讲咧，是吧？恒是常无乐时，就冇相干咯。身体咧有咁样嘅残缺咯，俾人咧所讨厌咯，妒忌你啊。仲有咧，这个横事啊，横事就咁灾祸，唔好嘅事情会发生在你嘅身上。长冇乐，冇乐嘅事就讲冇安乐嘅日子过，会有啲咁嘅问题。所以以是故咧，就系饮酒，酒过犯过失。你犯咗一个饮酒嘅过失，所以咧你就会得到咁嘅罪，你又受咁嘅果报。呢度讲今生嘅人为咗饮酒。冇停止，唔知道第日会带嚟咁大嘅后果，好唔划算啊！所以今日我哋见到人啊，有啲人有咁嘅身体，我哋就可怜佢，佢自己本身唔知道啊！呢几种问题咧，佛咧答出嚟，你见到人哋发癫啦。狂啊，发狂，呢啲叫精神病啊，大部分啊，或者愚痴，愚痴啊，嗰啲傻嘅，嗰啲戆人啊，唔识辨别咗咯，而且啲鸡头啊，好多行凉气嗰啲啊，有手有脚啦，佢唔识辨别咗啊，咩叫好，咩叫丑啊，呢啲就系咁样样啦，啊呆。呆就讲冇脑，唔识用脑，唔识谂嘢，所以傻傻戆戆咁样，有饭就食，啊就系识食又唔识做，成个人好似一个木头咁样，啊唔知道做咩好，佢自己有一片脑里边咧都唔知谂紧咩嘢，好似一片空白咁样，啊你见到咁样嘅呢四种病。你就知道他是什么原因，佛说就是饮酒。所以你们喜欢饮酒的人呢，但是呢下一世你就会变成这样的样子。今生我们见到有些人是这样的样子，就是前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个呢是其中一个原因。佛特别为我们讲出来这个原因，如果不是有这样的问题，佛使什么讲喝酒这么大过失。所以我们学佛的弟子，这五戒就一定要守，所以最后这条戒是遮的，遮似就禁止我们，你不可以做啊！如果以普通人呢，他不知道，他不识有这么严重，乃至呢因为饮酒是会失去了我们的智慧，会连胜，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如果不学佛的人，你跟他讲这些他不信，学佛的人呢，你又听佛讲。你看啊，我曾经见过看过有些人呢饮酒，所以佛第五戒不要饮酒，乃至我们出家人，乃至我们佛弟子，照戒律来讲是不应该饮，
但是日本的佛教呢有一种佛教是喝酒的，不单止喝酒，听说还买了一支支色酒摆在佛腿里供佛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些法师去参观觉得奇怪，佛定五戒不准弟子喝酒，那有些信徒呢还买酒放在佛台供养供佛，到底是不是可以喝？那日本呢就说呢，喝了酒就生智慧，这叫什么？叫波夜汤。波夜就是智慧汤，喝了这些酒就变成有智慧。所以这些这样的问题有时呢搞到人家呢都不知道佛教是怎样，因为这种人喜欢喝酒，所以有些日本的出家人是喝酒的。西藏的出家人呢有些都是喝酒，因为什么原因？听说他那个地方太冻了，没办法，所以说呢就喝多少酒来温暖气的身，因为酒呢能够行血，所以他们喝呢，但是不是喝到醉那种，不是喝到醉那种。所以有些呢你去外国去行，你呢就要慢慢参观去看，但是我们呢不可以批评人家，可能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讲法。如果要戒经的角度来讲呢，正正式式以讲戒来讲，无论什么酒啊都不可以喝，有少少酒味都不可以闻啊，何况去喝啊。佛讲啊，少到点样？一滴啊，就好似草头啊，嗰条草嘅尖尖个头往顶嗰度，一滴咁细滴啊，都唔可以饮啊！何况可以大杯大杯咁饮呢？如果要照戒律嘅角度嚟讲，系绝对唔可以。如果要梵网经菩萨戒来讲啊，仲更加严重。点样严重法呢？你持经唔饮啊，拎杯酒俾人嚟饮啊，大日啦，你五百世啊冇手啊！照梵网经戒经嚟讲，你唔爱饮，持经唔饮啫，你大俾人嚟饮，大日你五百世冇手。梵网经是这么讲，这个不是我讲的， 佛经上是这么讲，我照这样讲给你听的。那你们在家人碰到这样情形，好像有宴会啊，人家结婚请饮啊，那你说我是佛弟子，我不饮得酒，你跟我饮了去，那你这杯酒是给人家喝，你五百世没酒，很大罪过。就算自己不爱饮，你就放在一边，你不可以得罪人家。所以这些是你要有你的理智，你要信佛讲，你就依旧奉行，你不要理世俗人的眼光怎样看你。那这个酒就有开遮持反的，如果真的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你可以开言，但是记住，你不是贪饮，不是我贪饮酒，你正开言，你是为了给众生起一种欢喜心，是你度化众生的。那你饮少少呢，是个比面人家，比众生适应众生，不会说我学佛学到这样的样，你可以饮少少，做个意思的是可以。咁样佛经上咧都系咁记载，讲到饮酒嗰啲问题，有好多问题。如果你身体啊真嘅
是有病痛，医生证是我用酒来做药引的，就是说你身体有病是我用了酒来做药的呢，你是可以饮。那些叫什么酒？叫药酒。那么我饮是怎样饮法呢？但是照戒经说呢，不可以在佛堂里面饮。我每日呢离开佛堂一段很远的地方，那么远到多少？差不多离开佛堂呢有几里。总之这个你这个酒的味啊，都不可以吹入你这个清净的修行的地方。如果不是，你都有过失，会有过失。那你喝了这个浴酒之后呢，你又等到你自己的身上的口啊，那个酒味啊冒了之后啊，你正可以回来佛堂。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会被你误会你破戒饮酒。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出家可以饮酒，闻到你身上有些酒味，其实就会毁谤你，被人作这样罪业。佛说你的身体如果有病，真的需要用到酒，是没有办法，是可以饮。但是怎样饮法？还有一种方法呢，你未饮之前呢，比如说这个佛堂里面呢有住了50个或者100个出家人，你又在每一个出家人面前讲禀告，禀告给每一个出家人知道，我的身体是有病，医生我宣布是我用这个酒来做药，证明我医得好我的病，所以我今天饮酒不是破戒，也不是犯了佛的戒律，是这样的原因而饮的，给大家知道，再向大众忏悔，讲你的业障深重，有这个业障深，所以我用到这个方法，希望大众师呢不要误会我饮酒，这样顶过了之后呢，你正可以饮。这些戒律呢是这样，是很严格的，正正式式讲戒律，他们都会怕，何况你们现在当消遣这样，这样来饮法是很大的过失。但是现在自古以来呢，犯了这个饮酒呢，各破戒蒙，各破戒蒙啊，这些这样的事情呢都很多发生。现在社会呢为了这些饮酒的事发生种种斗争，种种这样的人事社会的不宁的关系，最大的过失都是在饮酒那里。因为你一饮了酒就失去了理智啊，不懂控制自己啊，种种的问题啊，是有原因的。而且回教呢都不赞成人家饮酒，如果以回教 的戒律来讲都不可以饮酒，他们都很注重。所以饮酒呢能够令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智慧，将为我们的修行。所以我们呢大家知道，所以我们今生啊，虽然你听经学佛，为什么不能够领悟呢？到佛法听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没有智慧，就是我们前生还有这些这样的病痛，就是因为呢我们饮酒有这样的过失，所以今生呢就愚痴。但你的痴的愚痴的方法呢，有心有钱，但你们这些是傻不债的，还有多少聪明的，不是那些白痴到什么都不认得了的，那些是严重了的。你看那些弱智那些一出世是弱智那些
呢啲全部都係前前世啊做過飲酒嘅事情，所以呢個係個好大嘅問題嚟嘅。所以講佛咧特別過嚟我哋講出嚟，呢條界咧啊，呢條菩薩問啊，點解有癲啊、狂啊、痴啊啊呢啲咁樣問題呆啊？傻頭傻腦嗰啲樣啊，唔能夠辨別好醜啊！到底做咗咩罪業，犯咗咩事情？咁啊，今生受咁樣罪，佛就答出嚟啊！咁啊，你哋聽咗之後咧，咁你做唔做就睇你哋自己啦。我唔會斬斷，睇你自己啦。啊，所以講有啲人而家嘅人好中意去應酬，我用飲酒嘅方法，呢啲係人為嘅。啊，咁你講。嗰條牛唔愛飲水咧，點樣撳都撳唔低嗰個牛嘅頭嘅。而除非佢自己愛飲，你唔使撳佢都係飲嘅。因為自己身上都中意愛飲，有咩辦法？啊，就講我係應酬人哋嘅，啊，我度人哋嘅，唔該都係你嘅藉口。如果你係個真正佛弟子，你聽到呢段咧，就睇你依好自為之啦。嗱，呢啲種種過失係就係、是。最大的原因就是飲酒的過失，這段就中文解釋這些問題了。我們再看第十六條，第十六，富有眾生，其行甚小，因障甚大，往之身皮皆覆淨影，行立坐卧以之为房，何罪所致？啊，咁呢就点啦？咁样呢个咧就第十六所讲嘅咧，又系讲人道，讲我哋而家人点解会有咁嘅问题？因为菩萨咧，先生菩萨咧就咁样问啦：，佛有众生，其实见到，又请问一个问题，见到众生，佢嘅形咧？其形咧就好细，就系讲佢嘅身体或者好细，佢嘅阴脏咧就好大。咁呢啲系咩病咧？呢啲咧就系现在话就讲小肠气，嗱应该你识听啦。大部分咧系男众，仲有所谓男众嘅。下部啊，脹大咗，係有咩問題咧？就會發生咁多問題。以前咧，我哋細佬哥嗰時咧，就聽阿媽講，聽個大人咁講，嚇我哋，有隔夜粥唔好食，食嗰個下邊會大。啊，有啲人講隔夜蛋唔可以食，啊，好多問題。以前嘅咧就係咁樣講，好多咁樣隔夜嘅嘢啊，啊嗰啲好多咁樣嘅唔可以食啊，食咗一陣咧，我哋男人咧下邊咧會大啊，啊會發生咁多種種問題啊，啊所以而家就講有原因嘅，但係呢啲點解會咁樣樣？唔係食嘢嘅問題，有啲人講嘅氣。有啲人讲中意吹个喇叭，或者嗰啲练气功，一下讲气啊跌咗落下边，所以令到佢下边嘅大咗，佢大到好似波咁大咗，啊佢唔系细细咗，所以我呢啲嘢你未见过，我以前咧。未出家時就見過幾個咁，即下邊腫咗，好大，係咩原因所致咧？冇人知道。今日如果你碰到你朋友咁樣，你知道佛講俾你聽，點解佢會做咁樣事情？啊！呢啲唔係食咗隔夜嘢啊，唔知食到咩唔乾淨啊，又唔知咩氣跌咗落去啊，整到大咗下邊啊！唔关呢啲事嘅，系有原因嘅。咁样你下边大咗，即何到你咧？患之身皮，就系讲咧，
搞到你整个身呢折磨到呢神身好疲倦啊，借腹之言就讲你哋行路唔方便啊，下面好似有两粒波咁样抗住啊，行路点样你唔能够自由，你做嘢你都唔自由，你踎低你都唔自由，总之啊呢啲系唔正常，又唔开得刀，又唔可以割，又唔可以消除。有啲系，大部分咧系隔咗一段时间正有嘅，佢唔系出世咗一出世就有。啊，下边大咗咧，你行又唔舒服，企字又唔舒服。啊，你又做嘢又唔舒服，你又瞓觉都唔舒服。总之啦，你起到边度都陀到边度去啦，嗰两粒嘢。你大咗啊，所以呢啲有咁嘅事情发生，到底系咩罪嚟变成咁样嘅受咁样折磨咧？啊，总之你见到人着嗰啲裤大大条啦，行路咧脚开开嘅，就冇咩对路噶啦。啊，唔系嗰啲做咩造成嘅，呢啲前世做过嘢。啊！呢啲小腸氣，啊，而家講咧用一個名詞咧，佢哋講就小腸氣，啊，所以陰臟大咗啦。所以講咧呢啲咩罪業係咩原因？你睇佛點答啦。佛言：以前世時作自身販賣，自占自己己物，毀自他物。乔生弄斗，念称前后，欺狂疑人，故获是罪。啊，发达咯。所以呢度咧，以前我冇睇到，我仲以为嗰啲讲迷信，又讲食咗咩隔夜嘅嘢啦，又咁样又咁样啦，整到下边大咗啦。其实佛讲出嚟，你前世作咁嘅罪业，做咩罪业？你哋听咗，你唔好笑啊！如果今生作咁嘅罪业，来世咧就下边大咯。啊，咁搞搞笑哦！呢度话以前世嘅事，你做生意，自身就讲你为咗自力嘅生活做生活咯。咁啊，贩卖，贩卖就讲买卖咯，做生意。你做生意的时候怎样做？自己赚讲自己的物好，你讲你的货物非常好，那么人家的货物呢就不好，毁之他物，就说你讲人家的货物不好，自己的东西好，啊，那么做什么？骄生弄道，就是说呢做手脚，做手脚，乃至咧念称就系讲食称头啊！呢啲个食人嘅称头，卖嘅货物咧唔真实，呃人。你睇以前古时嘅称系点称啊？以前嘅古时称啊，一个手揸住咗一个陀，嗰只陀咧好大只。所以咧，你就食秤头啊！啊，古时嗰啲秤咧就一支秤，一条棍咧长长嘅，又做咗数目嘅。好多人咧就系以前古一代嘅咧，大部分都用咁样嘅秤嘅。啊，下边一个钟，好似一个钟咁大嘅陀，佢又分咗几多，你又称几多斤到几多斤嘅。以前嘅中国嘅秤咧系咁样嘅，一支棍，咁中间一条针，咁啊唔识睇嘅咧。都不知道够不够斤两啊，被人呃。所以现在的人应该这一代的就没什么看到这样的秤了，好少了。古阵时我们那阵时的时代都还有看到这样的秤。啊，你看肉菜铺啊，那肉菜铺现在还有一种小小只的，它是一支秤啊，秤肉的是一支小小支啊，那种一样用。
啊，而家有大嘅有细嘅，古人而家就唔用啦，用磅啊，就睇唔到啦，就冇知冇唔知道咁样嘢啦。好，卖嘢唔老实，食青头，生弄道就系讲咧，以前人哋量米啊，量米系用一只豆，佢一种豆咧嚟量，量个豆嘅卖几多就卖俾人哋。但是那隻豆下面呢就做了手脚，所以做了手脚呢就说收人家这样的价钱卖出的粮食呢的货物呢就减了呃人家，所以这些叫偷斤两。所以现在以前呢我做小老公的事，我初初出来十几岁才出来做工了，咁我爸咧介紹我做雜貨鋪，雜貨鋪嗰啲時頭咧，有時頭教我哋嗰啲買啊，以前啲買鞋要用嗰啲麻包袋嚟裝嘅，唔好似而家原子袋裝嘅，係麻包袋裝。佢整一支竹筒啦，尖尖咁樣，佢插落去。總之每一包我係同佢偷三五斤出嚟。咁我哋細佬哥都要識時頭，佢要咁做咪咁做啦。一包米百几斤啊，佢就想偷多少出，因为成包米再去俾人哋嘅顾客，顾客我讲都要称噶，因为以前个做杂货铺嘅咧，我可以讲啊，十斤里边咧有九斤咧，有九斤铺头咧卖大大包米俾人哋咧，大部分都系偷米嘅，因为你一知啊，一插入个麻包袋。嗰啲米咧就咁流出嚟啊！啊，佢唔去偷多，偷啊五斤啊、三斤啊，咁每一包都同佢偷几斤啊！你睇几发？所以人哋讲啦，奸商就系咁咯。所以以前嘅人咧，古时讲啊，讲一个咁嘅问题，讲排啊排位，士农工商。士咧就讲读书人，做官嘅排第一啊，农咧就是、耕种嘅农民排第二啊，工咧就是、做工作嘅，中国都系打工嘅，都排第三，最后咧商就系商人做生意嘅，商人咧排喺第尾。就算你做生意做得很有成绩，赚到很多钱，但是你在社会上呢是没地位的。好像讲一张凳好了，这张凳啊，你不要以为说哇还漂亮啊，过了一段日子呢，它的夜自然退失，一错就跌了成绩、尤其那些四四方方的 红色的凳啊，那塑胶的嗨，那些最好没买回来坐，为什么你放在那里一段时间，你没拿出坐，你一坐就脆了，害你啊，搭低啊，死得没伤骨，如果不死就判生，本身骨髓在那里，一跌下去撞到你的骨就这样直了，那段时间就谁害谁。所以以前的人不做这些塑胶凳，是做什么？做木凳，便宜的木凳，一张木凳咧可以坐好多年，而家你贪平啊，一张塑胶凳，点解我讲出嚟？因为真正跌到我，你睇我咁嘅身材坐落去都要爆啊！如果你连咁嘅身材坐落去，我睇下你忍住到啊！好多人中意买咁嘅凳嚟坐，其实咧佢过咗时间啦，你睇好好，但一坐落去自己。遲啲跌曬，脆曬，所以呢啲凳唔經得太陽曬啊！所以呢啲咧，你自己要保持位置。呢啲係人愛賺錢，就冇理得人哋死生。佢為咗我做生意啊，我賺啦、啊，所以佢偷工減料啊，嗰啲嘢放得唔實際啊，唔真實，邊度好似以前嘅嘢？
以前的可以讲用啦，用一世人啦，跟住坏。喺中国睇，我哋睇中国嘅嘢，话中国咧以前古时啊，点解啲古老家私啊，用三五代啊，变成古董啦。人死咗三代啊，嗰副嘢仲响度，跟住坏。而家嘅家私唔使一代啊，我睇你啊，一年之中你唔知换几多套家私啊。即係好似佢買一套家私用一世人嘅，冇噶啦而家，個個都諗辦法去賺錢，就話知你哋。所以嗰啲做生意嘅人咧，講一個俾你聽，就唔好聽嘅話就係奸商。佢唔奸，佢今日仲唔發達。有邊個講賣依樣嘢翻嚟老老實實賣，唔賺你多多？做生意咧？多多少少都是呃人的啦，他不呃人家会上当吗？如果做了 学了佛了怎么好？你就老老实实，是做生意的人就老老实实。怎么老老实实？比如说我买这样东西的货物回来是一元的本钱，那我賣出去，我賣扣二，或者我賣扣三，那我不可以賺，做生意就必定要賺，就老實跟他們說，我是有賺你，但是賺得很少。你不說我賣回來本錢是一元，我賣出去賣來兩元就說沒賺，賣來兩元就說沒賺。所以这些人呢跟我做生意，我是跟他买东西，你见到我出家人师傅说买得很便宜的，我没那么赚的，我蚀本卖给你，哎呀我说不爱了，你不用回去我说不爱了，我说我做什么不爱师傅，我不忍心，你做生意我赚钱嘛，为什么你不爱赚，你还蚀本卖给我，我说你这么伟大，哎呀我接受不起，你拿回去。我宁愿去第二间买，你叫我唔好走，我做咩？因为我唔想你咁样蚀本啦，你将个货物卖俾我。所以讲有赚，你讲有赚就有赚，你呃我做咩？你唔好当我出街人就讲哦，师傅我卖俾你冇赚，蚀本卖嘅，你想呃边个咩？冇赚，我话你冇赚，你呢趟车边度嚟噶？啊！你间屋咁大间，边度有老婆仔？你边个养啊？冇赚，样样嘢都冇赚。所以我哋学佛咧就有理智，人哋一讲系真嘅，系假嘅。逐次咧同我做生意讲，系有卖俾你，系有赚，系点赚法？我唔系赚你好多，咁我公公道道咁样做生意咧，就应该嘅。所以我明明要赚，仲讲冇赚。啊、有些同我做生意啊，我装修啊，啊，你同我做工程啊，我话师傅啊蚀本噶咯，我蚀本啊，蚀本唔好做啊，讲，我话呢个单工我俾大个做啊，因为我唔想你白做又蚀本又贴，你唔好做我工啊，讲你去做大间，你俾我做啊，俾我做啊，佢做咩？你啲蚀本都系做咩？咁傻咩你？我问下你系咪天下间最大嘅白痴？啊、做生做攞工做唔会赚钱嘅咩？我蚀本嘅做嘅咩？所以呢啲咧就系讲我哋做生意、贩买卖嘅嘢就系老老实实。你自己嘢系真嘅嘢，系真货就讲真货。你就唔好讲以假货咧当真货嚟卖。所以话贩卖自义己物。毁自他物，记住呢句话。因为而家做生意竞争好犀利，同行与敌国，大家同样做同一个生意，同一样买一样嘅嘢，但系咧你就想爱我，我咧就想爱你，咁顾客就得一个，拉嚟拉去就互相必定咧。讲自己的货物点样好，点样平，
所以那裡呢就給二等貨人哋，那顧客呢就傻傻不知道，就被你呃了。我們馬來亞呢聽說就沒那麼厲害，中國更厲害啊，聽說中國的奸商更厲害，你們去中國買東西你們小心一點。我聽人來說，你說你買生果啊，這裡揀好好全部漂亮的，等一個轉個彎出來等你拿回酒店吃的全部爛的，只有幾粒吃得的。我明明我揀自己這個籃一粒粒地揀，揀得漂亮的啊，等你轉一個彎的手法真是厲害，你很難的呢，他已經裝好了喎，下面已經裝好了啊，他一轉一個彎等你一成個袋，那個錢一比一抽就不是抽你剛才揀的袋，為什麼要變了回到酒店這樣怎麼不吃得呢？那些生果你一班人怕，你聽過你買中國的罐頭鮑魚啊，看是真鮑魚回來全部嗎？你知道嗎？唉，真的很害怕。所以這些奸商厲害，騙人騙得很重要。還有藥材呢，假藥材啊，又是賣很多假藥材，所以現在中國做生意為了賺錢啊，什麼手段出，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沒有因果思想，沒有了道德，他們頭腦裡面只想到一個賺錢賺錢，我賺錢享受，沒有理你死。所以現在社會為什麼那麼腐敗，人心為什麼這樣，就是這些他沒有了一些佛教所說乃至人倫的道德，沒有了這些。所以你們做生意的人呢，自己呢就要控制為之了啊，做生意是一定要賺，不賺做了什麼，但是呢我要公公道道啊，你要賺多少你認為，所以不可以說太過分。所以尤其現在那些電子的東西還得人怕，為什麼？不用用自己說壽命計到種種的，那些日本仔更厲害啊，你不是你搞買電腦的東西，他計準你的三年後一定換，不是一個電器一年後你一定換，你有看沒看都是照樣壞，正得人怕，比中國人更厲害更重要。並在你們啊買個電視機啊，電視機也好，錄影機也好啊， VCD 機也好啊，你看啊，你看是怎樣啊，你不用看自然壞啊，沒有沒聽啊，你那個哎呀我這麼久沒看啊，開來看一下，你回開來看一下，他就不行得了啊。總之你不用是壞，你用是壞，都是用到壞為止就值得。所以以前的東西說壞了可以拿去修理的，現在壞了不需要修理，你要買壞一隻你就丟。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垃圾堆看怎麼靚靚電視機靚靚的錄影機怎麼丟了出來，根本就壞了，但你修理還貴過買一粒新的。所以現在為什麼電器這麼多，你想想，因為他們發明計了壽命來的，計了你壽命來的，你用一粒東西你一年按賣幾多粒，他計了你，每一個家家戶戶都按賣，所以你就賺大錢了。所以這些呢真是很多這些問題。這裡就是說你做生意販賣的東西自己說自己的東西好，所以現在冒充的東西呢，假的貨呢很多啊，你們自己要自知。如果你們學佛的人呢，你們自己做生意的人呢就老老實實啊，如果你開雜貨鋪的呢，你賣的東西不是騙人的，最緊又不要吃稱頭，尤其是買貨物的我用稱來稱的，吃人的稱頭啊啊，痴狂以論啊，欺騙以人啊，第二天你就得這個罪，得什麼罪？
下边大啊，呢啲唔系食咗隔夜蛋，又唔系食咗隔夜粥，又唔系食咗咩唔好嘅嘢啊，搞到下边大咗，呢啲啊前世呃人啊，做生意呃人啊，食秤头啊，所以我俾咧嗰个好似嗰只秤头咁大粒啊，陀字啊，嗰阵时你陀咪陀字嗰个秤头啊，吓睇佢开心唔开心啊，所以行到边度都唔自由啊，所以女人睇到你都惊啊，啊同你讲边个啊嫁俾你啊，同你讲，所以呢啲系有原因，佛讲出嚟。啊、所以我哋有时碰到人咧，佢遇咁样嘅问题，女众一直对冇咁样问题啦。啊，女众下边唔会大，系男众先会。呢个中嚟讲男众，所以讲今日佛菩萨问，点解人会有咁样问题？你哋唔知道，你谂就谂，你谂唔通嘅。你用医学上讲都讲唔通嘅，只有佛教佛嘅智慧讲出嚟。前生作咩业，今生受咩果，所以讲咧，唔好呃人哋咯，真意咯，老老实实。今生虽然你唔受果报啫，来世就必定受。所以呢啲嘢咁样嘅社会上咧系有，咁样嘅人都唔少添，都好多。以前咧我都碰过几个，系有咁嘅问题，但系嗰阵时谂嚟谂去谂唔清楚，点解会咁样？咁如果唔讲出嚟，你都唔知道点解会咁样。呢度讲巧生弄道啊，啊，称咩称就讲食秤头，买菜食秤头，买米食秤头，卖嘢买其他嘢，唔系卖真货俾人哋，系呃人哋。所以你今生咧，正有咁样嘅果报。你哋咧父母咧教儿女咯。小小个就教佢唔好欺骗人哋，但系出嚟咧系做生意，所以而家嘅人咧好中意做生意。但系教你如果做生意唔系讲唔好，做生意系个好嘅行业，但系我老老实实做乜嘢都老实实，佛讲唔好欺骗人哋。如果欺骗人哋咧罪过，啊呢啲果报咧，你唔好讲今日同你讲啊系开玩笑啊。到你下世嘅时候，你受咁嘅果报时咧，或者万年时嘅时咧，或者万年时啊，你受咁嘅果报时咧，你就唔好怪人哋啦。所以今生有咁嘅果报嘅人咧，受咁嘅痛苦嘅人咧，咁样你就系忏悔，忏悔你宿世做嘅嘢。你识内教，识忏悔咧，你下世咧，你就唔会受咁嘅果报。所以啲小腸氣嘅問題咧，對人咧係好唔舒服嘅。啊，你做咩你都唔自在。出嚟呢個社會咧，人哋見到你咧，如果人哋知道你咧，人哋都會有一種好特別嘅眼光嚟睇你。啊，立足就係講好艱難，冇面子，出嚟社會好難立足。啊，呢啲咁嘅問題就係因為做生意犯壞。所以你犯埋做咩嘢，你咧就老老实实。以前我哋做过杂货铺啊，做过好多，睇过呢啲咁嘅情形啊。所以啲事头啊，有时啊，佢为咗发达，为咗赚钱，咩做得出？啊，你有见过？以前咧，我哋做细佬嗰阵时咧，就睇到一个卖猪肉嘅，又系咁样食秤头。乜豬肉咁樣食秤頭嘅啫喎？你唔知道喎？個豬肉咧，你灌水啊，賣牛肉咧又係灌水，將水啊灌咯，灌落去啊肉裏邊嘅肉。所以講咧，你切嘅時啊，斤兩咧就咁重，到你拎翻屋企煮嘅時啊，就咁多水走出嚟。熟晒就是很多水，因为肉灌水啊，肉灌水咪胀咯，咪冲凉咯，所以呢啲为咗赚钱，
我哋做晒呢个体字嘅，奇怪点解同个肉切开咗个肉，点解嚟去灌咁多水喉水？呢度灌水，度灌水，我熬肉系咧灌水，因为佢有够重量。啊，你哋买嘅人唔知道嘅，你拎翻佢煮嘅时啊，切嘅时煮嘅时啊，蒸好多水分出嚟。啊，有时你煮啊，你哋炒菜嘅时啊，点解冇放咗咁多水走出嚟？因为就猪里边有水，牛肉里边有水，系呃你称头啊。咁你称只系啊，一嚿肉系咁称咯，系冇错，一斤啊，两斤啊，系啱啊。但系翻嚟咗唔系咗，缩咗水啊。所以讲呢啲，佢话食称头咧，我呃你哋嘅，系乜嘢都谂得出。所以我讲做生意咧，十个九个都奸商，就系咁样啊。所以以前咧，我细细时我爆咗我做生意，好彩我唔做生意。诶，你细细个去学做生意啊，就睇到一啲大人教落嚟嘅，教落嚟种种嘅方法，到你自己做生意，你系咪咁就系呃人哋？啊，所以我唔做生意，我好彩我冇咁嘅命做生意，啊，我就系做工嘅啫，工作啊，就话善用工商，仲排响大三都唔错。如果做生意排大四，大四是最冇用的、啊、所以你个做生意人咧就最冇出息的，系啊，钱赚得到，但系你手段赚翻嚟嘅，无论你做咩都呃人嘅，好多噶，你唔信你睇下，十个做生意九个唔呃人，仲奇怪。第二你嗰步咧就依个嗰步，啊，呢段咧第十六段咧就专门讲呢啲。就是做生意呃人哋，第二咧就冇俾人呃。我讲哦，食咗啲隔夜嘢，又呢啲又嗰啲，啲迷信。其实以前咧，大人吓细路哥啊，以前我细细个就俾人咁样吓，灌输咗咁嘅思想。其实今日睇经咧，佛讲出嚟唔系啊，系做生意食称头，呃人嘅货物，所以今生接我受咁嘅果报啊。第二你碰到啲朋友有咁多问题咧。你就问佢点解你个下边咁大？咩原因？你唔知啊？今日讲俾你听。啊，你唔信，你咪攞呢段经文嚟睇，系唔系？睇佛讲嘅啱唔啱？啊，所以呢段咧就专门讲呢啲咁嘅道理啊！希望你哋听咗咧，我警醒啊，警惕自己，唔好再犯咗咁样嘅事情咧，再嚟后悔啊！所以呢啲系前世做今生受。有原因的，不是某某人会发生的问题、啊、大家听了好自然知道。好，今天时间到，这样自然知道。